虽然放松充电是假期的主题，但对于即将要申请大学的学生来说， SAT ACT 考试也是压在胸口的大石头，需要认真对待。大量的研究表示， SAT 成绩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专业，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是取得高分的关键，然后就是每天固定的学习时间，踏踏实实完成学习任务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国语一台以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学子取经，感受别样寒假。